志愿者和我的工作人员啊，天天每天呢早六啊那个晚十一十二，有的时候呢甚至呢就是说在24小时工作，虽然是很累呢，大家心里吧还觉得痛苦着并快乐着吧，能那个就是说把这个工作完成好，把这个防疫工作呢少一分危险，让大家有一份安全呢，大家心里都特别的满足。